弹性超好的，从手到裤子到腰都非常好。这件裤子的长度完全适合高个小个，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。颜色呢超标准的，就黑与白，我跟你保证完全冰凉。它有附这种端端的外套，你看得到的布料通通都是冰的。上身的小可爱先跟大家讲，本身是很丝滑，完全超级高弹， SML XL 都可以穿。它是冰冰凉凉的弹力螺纹，然后这边有那个口袋进去，然后你可以自己绑，你要很松很紧都 OK。 很多人以为这一种螺纹是棉质，它不是棉质，它是冰冰凉凉的超弹力螺纹料，拉起来外套是非蜀绣的，跟一般的棉质做的线条不一样，它是这边是落肩非蜀的弹性。我刚刚讲到XL都可以穿，非常的冰，正面瘦，侧面也瘦，屁股照过来也瘦，长度也够长，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一块布料厉害的地方。像我们家的条纹啊，是真的很瘦，尤其是这边有没有？有的女生穿条纹屁股这边会飞出来，你看我们的，而且呢黑跟白都很赞哦。然后你看整个腿是直的。